笑谈天下包袱，演绎古今笑料。徐小林祝您笑口常开。每天中午12点半，脸脸和秘密准时给您开动。没错，常脸啊，问点事儿啊。你说是天上的星星多，还是水里的星星多？我认为非洲的星星多。变聪明了，行啊，现在。那我问你一件事，如果让你选择放弃一只手，你是选择放弃左手还是右手？我选择放弃你的手。放弃我的手干什么呀？我把脚给你要不要？不要。小样，别臭啊！不跟你开玩笑，张小飞真的丢了一只手。不可能，手还在丢的呀！你看，你老不信，你不信，你倒看呢。真行，不是也太吓人了吧？啊、把我吓的，你看我这心砰砰砰砰还跳。哎呀，让他给你吓够点更好了。是不是？其实张小飞还挺聪明的，你看他吓，他专门挑年轻人吓。这淘气张小飞。淘气。不过你看人家王小虎，那吓唬人那不一样。他直接装鬼吓唬人。什么呀？人家吧是让顾客自己吓唬自己。还有这事儿？不可能。看看去啊。走。
哎呦我天哪！哎呀，秘密，你说如果这事儿要换成你，你该咋办？我就乐呗。嗯、要换你呢？要换我，我就这时候把那老外的胡子给他给剃了。哎呦！哎呀，别说，张小飞和王小虎真是两大活宝。嗯，没错，逗得人前仰后合的。没错。不过我觉得还有一个人也不简单呐。谁呀？人来半天了，你没看着啊？在哪儿呢？快带我去看看呢。大家好，我是哪位？今儿来这儿呢，不为别的，今天来揭秘的啊。大长脸呢，以前我认识。大长脸呢，以前小的时候走后门参军这事儿，你们不知道吧？大长脸当的是特种兵，什么兵啊？就是那炮弹校验员。哎，说白了就是打仗的时候啊，他得在前线趴着，后面那炮弹打哪儿，他得跟后头说左舵歪了五米，就是那个。看过那个电影吧？哎，就是那个校弹员。有一次军事演习，说这大长脸呐，您就是校弹员，20分钟之内演习，你要想办法发现对方的炮兵，而我们的炮兵不能被对方发现。大长脸一说，行，没问题，交给我吧。演习开始，大长脸蹭的一下子就上树了。按理说呢，这个上树呢，这事儿呢是对的，对吧？站得高，看得远，还不被别人发现，想得挺好。大长脸的智商值得商榷一下，同志们。虽然上树了，但是他忘了两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，那是冬天呢，没树叶儿啊。这您说了，如果是一片林子的话，老远看一熊瞎子上去，保不齐也可以。但是大长脸同志忘的第二个问题太要命了，那演习方圆的40公里之内。就一棵树。车不，我爱坐公交车。坐公交车吧，还能游花逛景，还能看着不少新鲜事儿。那天我在公交车上就碰见一个新鲜事儿，我刚坐稳当了，就上来一个小女孩，一瞅那样可干净了，一上车掏出一张纸，咔咔咔咔就擦着坐，擦了半天了，擦好了吧，刚要这么一坐，放个屁。不要紧，旁边的大哥嘴可快了，哎，老妹儿你真干净，擦完了还清楚。哎呀，陈脸，你也太不讲卫生了，坐了这么半天了还吃，为啥呀？不是，不用太热了，用扇扇。嗯，你看人刘晓光，那累得满头大汗都没吱声，真是。我和刘晓光能比吗？我刘晓光。能人呢？
天天笑林，我就不信你不笑，笑了不白笑，保你吃得好，睡得香。一天不看新笑林，我就保你想得慌。嗯啊，新笑林祝您笑口常开。明天中午12点半，连连和秘密跟您不见不散。慢慢的，吹红了，恨不得就爱上我的。啥玩意儿？你跟这说的又像睡得好，吃得香，没。